疑似 fans 支持翻丁政改方案。近百人企喺旺角行人专用区，唔怕有抢水弹咩？呢个人仲好似喺度指挥佢哋咁。政制向前走大联盟寻日喺度收集签名，支持翻丁政改方案。成班疑似 fans 一够钟就涌埋去排队签名。呢个男人就睇唔过眼啦。仲同工聯會職員辯論質疑簽名數字的可靠性，點知個疑似總指揮走埋嚟擋開佢。活動一完，啲疑似 fans 影都唔見。有市民就投訴喺北角攤位有義工向路人派年曆卡，叫佢哋簽名。嗱，我覺得佢哋依家咁咧就非常之即係唔道德嘅。其實嗰啲宣傳品啊，甚至嗰啲簽名紙咧，都冇講過係邊一個組織做嘅。嘅目的咧都係想即係混淆視聽，話俾政府聽咧，其實好多市民都支持依家嗰個嘅翻丁方案嘅咁樣。我哋亦收到多個市民投訴，話唔少攤位主持人隱藏身份。